我才是老大。让开，我才是老大。究竟班同学大团结，为了解救都28岁了还在念高中的汪大东，不被妈妈发现，居然上演了一场上班族的角色扮演。同学们成了大东的同事、老板、主管等等。不过，学友人似乎趁机报复大东啦。所以你认错是不是？要看你还敢不敢顶撞上司。好不容易，我可以对东哥大小声，这编剧真是太好了。不过这场角色扮演最特别的是，咱们的 King 雷霆都得换上女装啦。他今天露大腿，露整只腿。哦，他今天露大腿跟露小腿，还有露脚掌。脚掌是吗？因为他刚刚没有穿高跟鞋，所以脚掌都露出来这样。为什么一讲起来就有一点那种？Discovery 的感觉，不，当然不对，是究竟被大东妈妈看中的媳妇人选雷霆，在这场宛如相亲宴的午餐过程会有多害羞？敬请锁定晚上9点播出的《终极一班三》喽。